宫女姐姐，柳公子都走了，不如你先回去吧。哼，穆姐姐不在，我可得替她看好场子。侯爷，这女使说话倒是得体，滴水不漏。是，穆姐姐这个也很得体啊。大哥，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了？什么？桃花姐，你在京城的时候一定要对所有漂亮的女人都小心，能少礼就少礼。啊，行。他礼不礼漂亮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管得也太宽。你不是嫌我聒噪不跟我说话吗？桃花姐，可笑。这你都听得到，不懂就别瞎说。两位穆家方士，请随我来。其余两位方士先回去休息吧。放心吧，我和阿生足矣，你们去殿外等候。两位请随我来。好像啊，你看见了吗？是有些相似。两位久等了，太妃娘娘并非信不过两位，只是与穆家世代相识，因此格外倚重罢了。请喝茶。多谢。柳公子哪里人？平素无定，漂泊之人罢了。总有个来处。小时候在彩南住过。彩南啊，风景甚好，不知公子云游可曾去过紫霞山？哎呀，哎，我穆姐姐和子期呢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你看过了情况，去向太妃回话了，快回来了。哦，刘大哥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把翠翠送去御花园行不行？送去干嘛？看风水啊，他们竹子最信这些了。我没有。喂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这一回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好吧，不过只能看一会儿，他们也快回来了。好的好的，快去吧。宫女姐姐，柳公子都走了，不如你先回去吧。哼，穆姐姐不在，我可得替她看好场子。
我们已经探查过了，地基周围没有任何邪祟之气，不像是妖物所为。不可能。就是没有。我和阿生在地基的寝殿里捏诀、驱符、布阵，方法都已经用过了，确实没有半分邪祟，也没有什么恶意的愿力。所以你们什么都没查出来？没有就是没有啊，什么叫没查出来？要是你父亲还活着就好了。穆家玉牌，一诺千金，太妃尽管等着，穆瑶定会在婚期前查明真相。侯爷，穆家人已然离了刘月宫，他们可查出了什么没有？目前还不知晓。侯爷，侯爷。出发要迎娶地基，你这个时候盯着别的女子瞧，不太合适吧？小侯爷，走了，侯爷，太妃殿的人都瞧着呢，快点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